Thank you.
出去行，吃一罐，一行地，搁一摆，行一罐，搁一摆，回来到这里，圣殿，我愿当天的敬拜，到天来好路，带阮将阮今仔日带的所有敬拜，阮所有见证，拢归伫主的荣耀内底，也求主的看顾保守，阮今所做的工作，到同在，我的祈祷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阿门。来，咱来查古书，吼。来，咱来看咱的作业，咱面这边啊，来，都大家来看一下。他先他面前那个查古书啊，不然啊，我先他这边。我跟你讲，你的伊那无行过文书家，我哩细人的伊，更不会进天国，马上去地狱去，你知道？来，到底来到哪一？我跟你讲，你的伊那无行过文书家，马上来到地狱，我不会进天国，马上去。Thank you.
着吼。啊，咱比如讲，咱到底来看吼，用国规转吼，咱面顶上头发分的了，还是嘛来着？了这个地位哩吼，要这样个吼，就是咱来。我是我未来的理想，我来成立，我来是目标，来是希望。地位哩，我的大大圣，我来这里。为国如花，也是神医。我来是为为国，是为人民应酬。我是红包，就是靠你的荣誉啊！如花的样子会也会为为民，我来宣传道理。你我来红包，就靠你的为国，如花的样子会。让万万为为何到拢作声？嗯，同时同时，再再再高声来。所以我的下人为表现代表中，想写一条歌，告人难难做，一里天高，请做想写。但我的下面人尊严最改变，歌告人难尊严。一里天光，那却是最大的。有你来，所以你拿另外这个概念到自己一条，说阿弥陀佛，一里天光，那是最最最的水水，都到你那边说，告诉你啦，一里天光，那却是最最最大。哇，我来讲，这一里南无阿弥加万善人意，断为清净天国。另外，甲你讲，是顺意无门阿弥，因阿叔加万善人意，断为清净天国。拜年，今日时间过得真是赶时间哦。啊，所以你那个是那个电话，但真的是你们说那东西，先分路款，甲先地都。争取立法和信息的道理，那么我们可以再次。进来，部长，感谢你今晚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欢迎哦，我这个月啊，有师傅回来了。回来咱家，我来得来咱家道。啊，我今日带来，这个永嘉医学院。护理最后一年实习的护理师林以新护理师哦，啊，伊哦来我遐三年时间，啊，我问讲，啊，我要进新多，你敢有熟？伊讲，我的外妈、外公拢住伫红湾，那是咱遮的人啦。哦，住伫咧流动哦，啊，迄个村，龙飞，龙飞边仔遐。以前做起来啊，然后在一个站哦，很多钱，啊，我在做办公室，啊，这样多哦，啊，那你家我当年的暑假都会有些来我家吼，啊，就欢迎伊阿妈回来，咱来斗的，哦，啊，咱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讲，如何要紧，要紧哦，如何要紧该安怎，一点一滴都拢袂使忘记的，因为。伊摩西迄年代，伊若无用十条界来规范遮个以色列百姓，因家己卖乱呢，爱丢爱丢的法律，我讲了，格杀勿论，连皇太子叫伊做囝，就叫摩西哦，哦，伊为着以色列人拍死。不管是你的人是你家己人，拢总爱互命，所以摩西怀疑倒来。伫这倒来的中间，上帝怀疑，甲训练伊。伊未使等伊呢，凊彩等伊抬头，法律就是安尼。伊说的变成出来伫中间，有十条界，接就换，明明甲伊讲，未使安怎，未使安怎，倒来安怎，倒来安怎。迄个时阵，你若违法，
是真严重，所以法律会使有。你你若无法律，你也知，咱无法管遮济人。咱人有道德观，咱人有伦理，伦理是比道德更好管哦。伦理下内底来讲，咱袂使违背每种行业的伦理。哦，伊也上来讲，为公平伦理，伊个公平对待每一个患者，伊也上敢讲。你对待患者最少爱 no harmful， 意思讲无害，无害意思讲你做这个治疗袂使害着人啦。你看阮台中有一个汉医啦，用这个有癌症是吧？自杀迄个新闻吼，来插言，啊讲要共治疗，连院长、连台中市长吴志强介伊某一手当爷咧。拢中国官仔食食啊，系啊，发带去啊！这不是老汉货呢，这是有害呢。啊，人为着咱的利益，去做这款代志，这是违反伦理。当然，咱人要求好，要求真善美，但是做袂到。所以，如果到甲巴比伦国时，因为这点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无迄只牙毛。做医疗人员，你若甲人目睭创无好，你若如何甲你清看？我买一粒目睭片，爱赔人诶。所以迄时阵有人敢做眼科，人家都有签名，拢要做眼科。你眼科一粒片去吹去，卡卡来哦，麻古三四日会使无啦哦，都是少几人。咱现在迄个牙医师啊，张世忠医师吼，啊伊就是耶稣，啊伊伫个差不多五十年前啊，毕业的时，伊走去家庭中心 ，CCF Christian Children's Foundation， 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，这个机构。就是你救上这个囡仔，个囡仔无能力，我都自我救生，甲咱儿少之家同款。伊迄年代是美国大家先，但是美国甲台湾同胞啦，最主要人讲，还有来邓邓爷中间，张世忠医师对美国有哩咱当初是教咱个民族就是，伊用无先做医生的。先来做 CCF 的工作，咱我们大师傅去参加一个国际国宏教会，伊主要教出来学生，即摆已经做足足大个生意啦，咱也知影，着着感情过往，还有个别礼拜，啊，离我爸偌远啊，啊，我车驶咧，哎呦！哔哔哔哔哔哔，那叫啥哈子？哪会安尼？遐什么都用不出来了，错！这一点大人物来了，一点大人物，后来才知讲，家族中心 CCF 起大楼，唔难起大楼，啊叫啥哈子？是啥人来？我好像有六个不是，六个院长啦，什么阿神哥啦，六个位，伊阿一看哦。原来蔡英文总统来剪彩，你看国家即摆爱甲长照制度、甲迄个育幼制度、育儿吼，啊，甲即个吸毒爱收养的囡仔，创发的蔡英文总统快来到台中，我想袂到，因为我想嘛无可能蔡英文来，伊就这边吼，这个儿少之家哦，我是家福中心，都还七十年，你想嘛，七十年啊，做偌济工课。咱做就能够更快一点。咱看到，即款选举真乱，但是不安乱乱，照法律，去予人硬挑起迄只鱼啊，韩国迄只鱼吼，买剥蒜对无？哦，剥蒜落去，陈其迈是我的小学弟，但我十六年啊，十
十年的小学弟弟来马天教高雄市场，啊，伊做的工课四点，拢总是依在的工课，不是，哦，人进来钱进来，无较大的包围啦，拢总做依在的，这就是服务。所以服务的工课，咱做不了。伫耶稣基督迄个年代，因对着罗马的法律。也真无奈，你知罗马法律是最巴比伦的法律，伊也歪用，伊也歪用了。到加希腊，希腊文明是真文明哦，有苏格拉底，有柏拉图，有阿里斯多德，这些人成就上苍名地位，而且的哲学、文化甲教育，来影响后来较强的罗马，和罗马统治这个世界1500年。结果把以前耶稣在这中间拄拄啊，希腊甲罗马相接的所在，嘛叫罗马的法律来定死，对啦，咱知影就完咯。咱上帝要用这法律的灾祸来成就伊的义，你敢办？你唔办？你到今日嘛想未通？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最后一句话。中间迄句话哦，中间迄句话，要死真个要断气，耶稣讲，伊啊，伊啊，拉撒勒阿弥。那是你讲啥？我你讲讲，耶稣你讲啥？听无啦，你下摆学生嘛拢听无。哎，今日叫伊啊呢？哎呀，这人讲伊是大先知，啊，来了家己跳啊，啊，佫叫伊啊，伊啊。尾仔佫知影，那是伊个无语。伊老母啊，甲教的话，伊人上痛苦，所以多情肉身的耶稣，迄肉体嘛艰苦嘞。当咱甲我伫世间斗斗成长，到12岁才变做成人礼啊吼，才完全。啊了，伊去学法律的，要做一两刀，洗手，一两刀，洗手就讲，恁要敬耶稣，这甲我无关系哦。是恁家己犹太人要甲叫我死的哦，我洗手，所以这句话哦，以前就该叫总统的夫人哦，宋美龄来提起，讲伊要离开台湾啊啦。既然你认为前总统怎嘛，要做变做总统嘛吼，啊，迄个代志我要管啦，伊嘛用一两刀洗手来做，伊要离开台湾的宣誓。在讲这边了多生气，加上有生意离开，所以不怕死，你认为就总统当台湾宁静革命，我、哦、这中间无经过豺狼放火，也无直接把它恐怖化，无必须恐怖，咱台湾变做一个世界著名民主国家，啊，这是经过法律的。你认为总统要叫遐老国代、老议员、老立委出来，嘛爱用法律来来讲啊？我爸爸可怜呐，哦，安尼大家签签的啦，当然啦，伊爱较巧，用学生运动、野百合运动，像做林佳龙呐、赖文灿呐、张廖万坚呐，即个代代即下系个政治系、法律系学生拢争做着台湾的天啊！我都讲迄个草头庙啦吼，吼种终身纪念馆、人权纪念馆，伫遐讲座，上了不起的医生，代代兼一定，李正元教授，就是医界的医界人员，的理事长，伊带这个教授讲座甲学生，鼎，你认为，要做你认为什么地方？上帝地位，伊讲我，我的是我的我。乃是上帝在我内底，要予伊真做一个替上帝做工的我，一句话总结啊，咱虽然听无，但是伊那是，咱看到伊向人家李立文教授合作起来，一个黑脸，一个白脸，啊，拢在中间宁静革命，即个老场，对啊，即个因为法律，你若无法律来审判，伊嘛无法度大主管，大家把你的法律。大家过去模式十条界法律，大家咱今仔日遵守的一个 local， 讲起来，我喺台湾算啥汉子啊？比赛大，拜托，嘛是还佫有法律来甲咱规范。
所以参听有地位，你就会前总统用基督徒的身份来治理这个国家，艰难都有灾难，包括大风台啊。伊甲曾文惠女士 First Lady 第一夫人，规个系规圣经，祈祷来求上帝啊，予台湾免去遮个苦难。这是李登辉总统所做的，伊昨做伊拉吼，伊个伫济南教会，普通按伫许做哦，别个所在做个别性的，李登辉总统厝个人。教育的信用，你这人到位了。今晚甲姑姑哦，伊个巧巧哦，婚姻离婚姻，迄孙仔伊囝都留落伊爸家，炸过去，这个孙上台，这早孙摕着阿公的姑姑，等于翠山庄。林刚才啊，林天辉都过来告别谢美玲了，知影摇手。我跟你讲，你尽力大家。马介医师设立牛津学堂，即嘛变做台湾伊拢到真理大学，也做过一些，对头甲尾拢总用伊当个名来做伊个生甲死，所以伊所做个代志是咱大家学学习啦。但是伊把这本书写讲是无孔的总统，老火最终的总统，好个，会巧伊，你看遐种下无村，你看遐种偌济非主流派，要家己安尼吞呾，上帝给伊的智慧，伊无甲这个人吃的。你苦难的中间，苦难先生，先忍耐，忍耐先生，先老人，老人先生，先忍耐，有了忍耐，所做的代志，变无咱变无计较。所以，这个人盖棺定论的是，你才知影我这个人的福气。伊个个别性，伊外口遐，我来行咧个地方，伊拢放一条花，叫做《千峰之歌》。《千峰之歌》，你闹电脑点，你去听，迄个日本的歌星，十五个，哦，用男高音，把你讲的男中音跟高音，阿都唱出来一条《千峰之歌》。第二版，第二版，我公益活动会买一条歌，做完这个月的主题曲，不约而同。我的同工跟这条歌的事实，我拢也袂甲讲的。但是我，你伫咧中间讲，就无出来奈？这个月民主论坛的主题曲是《千峰之歌》，这条歌就是以前一个印第安的福建人过往，伊的身心真伤心，忧郁症，甚至要死。听太太的遗物来念，那有一个诗，足水的诗啦，迄内底。可以这些事看了坏事了。那个歌唱出来，日本该提起做《千峰之歌》的源头。结果哦，那个歌星唱出来，那条歌是500万份的发行量。所以你若无听，就是足无彩。啊，我想早公益的农教会的高水平读书设立的是开始，就是唱这条，因为我讲那个位置哦。只要一出来，即小朋友面嘛吼，啊，电视拢看到，迄个所在边啊，一寡日本的士兵，迄个照片，包括日本人的皇帝的记录，甲一直播。所以，我早期的研究会创作个故事，要完成这个歌，就是讲你伫旷野的所在，像耶稣了阵，不是你，哦，这么灵气，拜殿内底咧，以前嘛无灵气啦，但是迄是会堂吼，但迄个无，耶稣伫外口。存在的遮啊，向迄个看较侪人，我都听，啊听咧讲道，啊我伫台中看声咧，日头赤尔，虽然过四年，下昼是2:28，2:28才开始个礼拜，哦，你毋知我是偌热咧，啊伊啊即条歌放出来，敢若一阵清风要吹，阿妹啊，我若伊啊拄啊摆好，捧倒来啊，哦，迄个咧感受真欢喜。咱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才予咱了解，虽然有法予你死，耶稣嘛叫定死，但是通过教咱要较赢先知，要较赢耶稣。咱讲啥物事啊？伊人吼
圣经有把咱定义哦。你来看，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六节，哦，伊是用这个第三遍的故事啦吼，啊，就是亚瑟利约翰的老爸啊吼，啊，因老母啊，撒加利亚吼，撒加利亚是爸爸，第三遍才是妈妈吼，啊，伊无相信讲，伊个生囝呢，较老啊呢，但是。上帝开始第六节讲，两人伫神的头前，拢是义人，造作义人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、礼仪哦，有守法无？足守法的吼，无啥物贪污之症。咱要守法简单，但是咱内心歪犯罪，无遐简单哦。所以伫个法律上，只要无罪，咱上帝就要敬掉伊。来给耶稣开路，可以生着耶稣的约翰，这是超凡法律，嘛是今仔圣经甲咱讲的，无异人啊，咱即马的异人都变无啊啦。哦，以前要有咧，咱的信仰的珍贵，咱即马干那法律新法律的最低底线的俩，但是我见上帝有缘疼惜咱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替咱死了。迄、那个无辜的血流伫法律内底，伊死以后正做咱，伊那是幼小，咱实在大大感谢伊。阿妈感谢上帝，甲咱拣选，因为咱无代无志，正做基督徒，敢你家己去找着，不是啊，有足多其他靠下所在，咱正做基督徒。这是全世界上民主的台湾以前做代表的，伫个李登辉前总统伊的精神，到今仔日也无一个感觉好滴。啊，就是今仔特别爱较早，就是因为我来搬落去主持咱副总统赖清德秘书，伊要来咱这个公益运动教会所属的副部长黄创平路，伊有一个会要伫。本来伊要去竞选，今年还没选到，即就来初选，第一次嘛来到公，来遐做第一次的签书会，来遐演讲，啊，答应讲转到要过来，伊休息，啊，即个来伫长隆桂冠，伫长隆桂冠内底，即摆有啥？迄伊收伊也煞济个，跟遐带三四个来个吼，哇，即个三四十个哟，哦，来检查电梯，检查楼梯，检查厨房，哇，我实在不知有咩记得。因为迄个时候，伊要去试验吼，我唔知啦吼，总是较麻烦，啊，所以我有足侪案件，哦，安尼张律师来甲主持，啊，你也报一个黄月水老师，黄月水你唔知知影无吼？哦，迄演讲实在是有够水有够好，足有拢来拢做，单亲家庭孤儿的代志，所以要让这些人来为着主来有迄个光。嘛要让较侪人看到基督徒，伊所疼爱的政治人物，拢是即种，毋是迄款，讲较歹听的吼，就是吃喝嫖赌遐政治人物，腌菜都有法度，结毒结派，所以以前蒋经国总统，伊嘛知影讲爱选林彦辉、林洋港啊，即个东边诶，即项比较老贵咧。伊知影结群结党结派吼，到时国家会乱，所以伊真安心。所以伊礼拜嘛是周连华牧师来甲主持的吼，啊，伊也是甲伊老爸嘛，每天讲无济人，但是至少伊甲这精神会通过上帝，你毋知阿妈桥内底交出来几多多，所以咱三足健康。啊，我虽然较早走，但是我嘛要让大家知影讲，咱今日带来这信息，就是讲法律无可能废掉，但是咱爱来听下这個法律，用听来包容所有法律。昨我有去亚先来看罗马迄、那个小罗马城，迄个房，伊迄个都房条比开罗马房较大，迄个都房条。你看有人无吧？
啊，弹迄个七弦琴啊，吼，就是台北的七弦琴。啊，烧到满城烧几多度嘞？你讲怪钱讲啊，这个民族都干过我啦。最后，家己自食其果。哦，叫人民攻入去皇宫内底，结束这个罗马皇帝的生命。啊，同这中间配合足济上帝，予因的大将军，然后联合别的将军来替我推翻。咱看到政治的目前画面，但是只要你去了上帝，你的性命若改变，咱永永远远拢会带伫上帝厝。咱三个来祈祷，下辈我感谢你。我虽然有犯罪，我虽然有下厨，但是经过主的死，老爷会甲我洗清，我真做顶头死的人，我们永远下去入主的厝。即是咱去年，比如说，因为先走，大家先甲大家做一个祝福，来去年，哦，来接受今仔日祝福，愿主赐福予你，愿上帝恩光变照你，三甲享受圣神的畅通，对即时到万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谢谢陈医师，好，让我们再来一个红颜激光，要发生什么？